刚刚我拍他肚子微飞起来的样子，都看到。然后怎么加压？我觉得傻妹有认真呢。15 14。为什么觉得年轻不能输啊？我觉得他认真。直接换衣服。他直接脱，他脱一件来换掉了。这阿德现在是穿黑的，他还是有绿的。所以他现在穿的不是艾迪达的吗？对啊，就这场比赛的赞助吧。应该还是艾迪达，不用啊，小品本来就是艾迪达赞助。我说那个阿格西是 Nike 啊。为什么？啊，是艾迪达。那身上穿的也是艾迪达。哇。给你设定的。